系 S5000CC， 喺昨日嘅第一回合比赛，我混得到第三名。希望今日再我混依然喺度攞再高少少嘅名次。我今日嘅排位系冇位起步，多谢大家支持。各位好，我叫麦嘉乐，我参加 MTCC S5000 组嘅赛事。喺昨日咧，我排第五。赛第四，咁样嘅今日我亦都系排第五，希望可以再前啲嘅成绩。六红车嘅。
進行了第四次的賽事，有 SG 和這個我們叫 Super Production 的超級生產級別的賽事。我們請出我們的官員嘉賓，有請我們公共飛機總隊總監歐冠軍的比賽的歐冠軍的就上了英國隊，我們來問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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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問Hello， 我是二号车郑国恒。头先那个回合一起步的时候，由于头车发生这个碰撞，我在四号弯就过了两三部车，一路在那里赛，但是自己的心情被后面 的车麦嘉乐先生是给了很大压力，我真的长期看着后面，自己 有动作上的失误就一路都被他追到 很贴的。但是到了最后自己都是坚持到回到终点，现在拿第三。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？表现就不是那么好，因为真的后面车比压力很大，自己是情绪不是那么好，即是做不回自己应该一个车手的事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超级生产组别的九号车吴建明。可能我昨天的车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大家跟得不错，今天就可以在同前面的车前面即是 X2000 的组别的车可以竞争一下咯。有没有其他对手给到压力？都有的，因为我们的 X2000 组他们的车是比我们这组车是快一点的咯。你自己现在拿到冠军了，对于今次表现满不满意？ OK。各位好，我麦嘉乐，四号车 MTCC S2000 RPMB 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文，是 RPMA 队的 超级生产组的18号车，陈建文。Okay。 今天你车队好成绩，可不可以讲一讲拿到什么奖啊？师傅。我咧就同阿何伟权咧就攞到S2000 组嘅车队冠军。系咁应验翻阿文哥系嘛？系，我都系火拍翻吴建明先生，系啊攞到个车队嘅冠军，个人咧就系第三。你尋日都係攞到啦。啊，係，唔錯嘅。今日就算係完成個心願。係啦，冇錯。耶、yeah！